就是从大一、大二、大三，然后走到现在大四了。从以前的懵懂无知，到现在变得更加成熟，然后变得比较稳重，变得比较有想法，然后也比较会为自己的未来着想。那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大四这个阶段，就是正在蛰伏，正在累积我们自己的能量，正在充实我们自己。希望在未来的就是某一天，我们可以就是大放光彩。在接下来的节目，真蛰伏，谢谢。